部，比赛开始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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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银枪小霸王，俺来挑战你。这个大虎呀！银枪小霸王胜！大哥，俺问你个事儿啊，俺怎么就没看见鬼见愁啊？俺只管茶水，不知道啥是鬼见愁。各位父老乡亲，各位老少爷们儿，经过这几天的比赛，咱们的前三甲已经出来了，他们就是追风刀。银枪小霸王，
鬼见愁。王锁柱，哇，你只有两把刷子，这三个人你都猜对了。明天是比武的最后一天，由这三位英雄对抗咱宁津的天下第一刀梁永生。好，好，好，各位老少爷们儿，千万不要错过。走，走啊，腿麻了。啊！梁永生，整个比武我都已经看完了，鬼剑仇和追风刀都不会是你的对手。如果不出意外，你将是最后的胜者。在你结束比武后的第三天，我希望和你在黄家镇再打一场。当然，如果你害怕输给我，或者是胆怯了，也可以拒绝应战。俺答应你，比武结束第三天，咱们黄家镇见。一言为定。四哥，哎，人到了。哎，四爷，您找我？啊，凤老师，那个，明天比武的时候，你是管茶水吧？是啊。那可以。明天，在梁永生的茶里，把这个放进去。啊，四爷。不不不，这个俺可不敢看。救我！胡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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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四爷，求求您放了俺孙子吧，俺求求您了。这都不叫事儿啊。今儿。这事儿干得不错，谢谢老爷。可事成之后，这个人不能留啊。